我是每次做到40年的水沙石工，这童工呢是很邋遢的，一般人呢这个后生呢现在没什么人愿做的。我是吴宇玩，我从事水沙石已经26年了。这道水沙石形容在靓峰依期。水沙石呢这种装饰的工艺呢是在近现代时期生产出水泥这种新材料之后延伸出来的一种作真的装饰的一种手法。它这种材料采用于石材，水沙石可以很平直地将它理解成水洗出来的一种仿石头装饰面的一种工艺。当时产生了这种新的建筑材料水泥之后，我们的匠人将它中西融合，或者我们建筑师将它引用了这种材料，并且结合当地的工匠，然后这个使用了或者研究了这一种水沙石的做法，那么它就在建筑物的装饰上面针对当时中西融合的几何图案和纹饰，它就更有很可塑性。这个水沙石它在近现代以来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岭南古建筑装饰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工艺。在永庆坊这个历史街区的这个片区的改造当中，我们要留下这个乡愁，那么我们就大量地采用了这个水沙石这种工艺。